今天的话呢，我们是第几次？第七次上课哦，所以还有，包含今天有三次上课。OK，所以我们这三次的话，基本上会把后面的题目啊，也许啊，就是按照这个进度啊，把后面的题目啊讲完。OK 哦，所以呢，你们回去有时间的话，也许可以先来把那个题目稍微了解一下啊，大概题目的要求，然后呢，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可以来动手把这个他要的那个结果试着做做看啊，因为像这些题目基本上并不困难，可是呢，如果说你假设说可以哈，不需要看答案的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但有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要跟我做的一模一样，我讲过，他要的是结果，而不是个过程，也许不一样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有提供好几种解答的方式哦，也就不一定说一定只能用某一种方式。才能够去做解答哦，这个考试啦，以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考试是这样的类型哦。OK，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呢，大概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是把那个302的部分稍微做个题目的说明。那302部分的话呢，大概来看一下。其实302的话呢，主要就是什么？要写一个那个所谓的那个回圈利用回圈。做那个偶数的连加，那也就是说它会给一个范围哈，也就是说从哪一个做开始呢？做就是14，一直帮我做偶数的累加哦，连加部分的话，也就是说14，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16啊，以此类推，一直到18，也就中间的话会间隔两个，OK，一直帮我累加到1144的话，OK，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要求就回圈。那回圈当然，如果它有个范围的话，我们前面讲过，如果有一个范围的部分的话，那当然呢，我们就要用所谓的 for 回圈。for 回圈相对的会比较简单，但你用 while 回圈也做得出来，只是相对的你的程式会比 for 回圈来得更复杂。那当然要怎么第这个问题需要你一定要会第一个回圈的叙述，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我们。跑的范围一定是 for i 所以特别重要。我们假设输入两个资料，一个是起始值，一个是结束值。那再来的话就是跑一个这个 for 回圈，所以我们给一个 a，给个 b，把14放在 a，把1144放在 b。那记得呢，就是把它转型一下，因为它得到一个正整数。OK，转完之后的话再来呢建一个我们的这个这个一个变数啊，就累加的一个变数，预设值等于零。那范围的部分的话，记得就是从for i in range，从 a 从14开始，一直到什么呢？1144的下一个啊，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是偶数连加，所以 step 就是间隔的话会间隔2，所以逗点2这个一定要加啊，因为如果你不加的话，我前面也讲过，你也可以用逻辑判断，判断什么呢？判断那个 i 的值如果呢能够被2整除的话。再去累加也可以，如果你不做这个有没有加一个这个逗点二，表示是间隔 step 多少的话，那你其实可以用逻辑判断。不过相较之下啦，当然逻辑判断等于要多写一行程式所以建议干脆直接在这边加一个 step 二，OK 那就偶数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可以累加。那累加的话特别注意一定是 i 这个值把它加起来，所以底下这一行你可以写什么 ans 加等于 i。或者另外一种写法，我前面讲过了你可以怎么写一个 ans 等于 ans 自己本身再加上 i，加完之后的结果把它回存回去，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当然另外一种写法，你可以写 ans 等于 ns 等加 i 加 i 的值，加完之后的话再帮我存到前面去，两种写法啦，看你比较习惯哪一种写法，那这样的话最后再把这个结果给 print 出来，其实这一题就完整，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就考你会不会回圈，然后呢，熟不熟悉累加，累加部分有没有办法累加完之后做输出，大概就这样。其实这一题其实蛮简单的，OK 那我还有后面还要补充怎么用 while 回圈来写，那 while 回圈可不可以写？当然可以，可是写完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占到什么便宜，OK 那其他的话呢，我们底下还要补充就是说，防止什么？防止就是，输入 A 或 B。它不是一个偶数的话，那当然你可以防呆了。不过题目里面呢是没有特别要求，但如果你要防呆的话，要怎么验证说
它输入的 A 或 B 不是偶数，所以底下有一个验证的方法，如果什么呢，这个 A 的值啊，假设它输入的是 4,14 的话呢，如果除以2之后的余数啊，是不是等于 0？ 如果不是的话，不等于0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把它挡下来， OK 啊，所以不等于0，那或者是 B 不等于0的话，那底下的话就要输入了，请务必输入这个偶数部分， OK 哈，那当然呢，这个考试哦，基本上你除了要了解题目之外，还很熟练，所以像这个题目，如果你刚好抽到302的话，那你就很快，可以把程式啊很快给写出来，那表示啊，你这真的是对于 Python 有一定的熟练度了啊，所以其实像这种考试哦，基本上不是说只是要考你会不会哦，我觉得哈还要考你熟不熟。OK， 所以回去的话呢，还是尽量啊，可不可以就是不要看答案 ，OK， 自己打过一遍。如果你可以很顺，是最好的哈，可以5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程式打完，那表示你真的是学会了。但如果你时间超过5分钟啊，我觉得你还是不够熟，不见就即便你是懂的，但你还不算是你真的是学会 Python。OK 啊，那再来的话，其他还有一些啊，其他题目啊，包含就是什么了？包含就是304是什么回圈倍数总和，也就是说呢，他如果今天希望什么5的倍数 ，OK， 输入21表示说呢，从1到21之间有哪几个数字啊，是能够被5整除，那请你把那个能够被5整除的5的倍数呢全部找出来，把它累加起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关键地方就是能够被5整除，就5的倍数哦，那一样嘛，这个 percent 这个啊，有没有求余数？如果它除以5之后呢的余数为0的话，那表示呢我要把它累加，那累加也是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一题又有累加 ，OK， 所以基本上哦，第三类感觉好像蛮多地方呢，他很喜欢考你会不会累加 ，OK 哈。那当然呢，未来哈，其实还蛮常遇到这种累加的这种概念哈。那除了累加之外，还有串接。如果你今天是数字的话，就累加；但如果你今天是文字的话，就串在一起。OK 哈，这后面应该有类似题目哈。然后再来就是说呢哈，阶乘，意思就是说呢，我今天一个假设哈，输入15的话，就必须把15以前到1的所有的这个正整数啊，全部都相乘就对了。所以意思说15乘14乘13一直乘到1啦，不过1其实可以不用乘了，因为1乘到任何数字还是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呢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不过呢 ANS 预设值就不能是0了，因为0的话一乘哇就变0归0，所以这边的话 ANS 预设值就可能等于1 OK 接着如果15乘上14一直乘，那这个地方的话，刚刚是累加，那这一题的话呢，就要变成了哈，不是累加哦，是应该是什么累积相乘的，应该是累乘吧 ？OK， 就把乘的结果乘完之后啊，比如15乘上14，乘完结果存起来，再把这个乘完的结果再乘上13、12，一直乘到1为止。那程式的写法啊。大致上就这个啊，所以 ns 等于 ns 乘上 i 这个值 ，OK 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再来就是输入的值哈，把它这个加总起来所以输入什么？输入98765，那要告诉我9加8加7加6加5，最后加的结果就是35。OK， 这程式该如何撰写？这个是上个礼拜哈我们最后讲到的，不过这一题哦，它又多一个。这个需求，比如说你在刚开始呢，输入1的话，表示你要做一次的计算；输入3的话呢，表示你要做3次计算。OK 哈，所以呢，特别注意哦，你可以分两阶段我上礼拜是先做下面这个阶段，那如何把9、8、7、6、5分别把它抓出来，再把它累加起来，那有两个方法哦 ，OK。不过还是建议用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你可以把那个文字当成一个 list， 一个串列，有没有？然后呢，假如说我今天要把那个9拿出来的话，或者是5拿出来的话，那我这边有提到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输入的值放在一个变数叫 number， 然后呢不要转型，让它变成一个文字。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抓第几个字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number 这个变数啊，其实它是一个文字。那如果你要取第几个字的话呢，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数字。如果说你今天要抓到是那个9，比如说我98769的话，那特别注意你这边就加个4就可以了。 一直8的话就3，一直对对啊，第一个字是0啊，从0开始。那最后我们可以把它串接，不过串完之后记得一定要转型，转型之后呢再把它累加，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OK，后面再加上说你要累加的次数，前面再多加一个回圈，就完成这一题的部分。但是呢，上礼拜我有提到啦，如果你不用那个像刚刚这个地方用文字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其实你可以用什么？用数字来处理。那如果你要用数字来处理的话，就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比如说呢，我98765，假设输入一个98765的话，那我要假设要先留先取9的话，那我可以用什么？用 percent 百分比求余数，除以多少啊？除以10的余数，刚好就是的，除就是留下5。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5把它累加。那可是我接下来要6的话呢，我可以怎么？再把它除除除除多少？除除10。意思说除除10之后的话呢，那5这个数字就被去掉，就变98765。OK， 所以用两个啦，一个是这个 percent 10求余数嘛，得到5，然后再除除10，再把最后那个拿掉。不过我觉得啦，两个方法。 感觉第一个方法，我觉得还是相对我会比较习惯，而且程式相对的也会比较简短。OK， 那我建议最好两个都可以理解，因为有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问题，你可以有不同的叙述啦。OK 所以呢，上个礼拜总共我们讲了4题，请各位尽量，如果可以看到那个题目部分，自己翻书看一下，比如说第3类嘛，那如果那个第3类题目看到，如果这个先不要看答案，你可不可以？ 很快的就可以把题目的要的结果给做出，那表示你真的 OK 了，因为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到考场，他只会给你这个题目，没有答案，也就是你要看到题目，自己就可以马上把那个对应的答案想出来，打出来，没有 bug， 很快的，一题可能顶多要10分钟内吧，不过我建议是最好可以。 自己计时一下，最好是可以5分钟就把它做完，因为你后面可能还有一些验证嘛，或者可能还会卡住，那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先试一下。那待会的话呢，我们这个题目做完之后的话，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310这一题。OK， 也是一样，它开头都回圈，公式计算，那这个公式的话特别注意，有没有？它这边会用到一个所谓的平方根。 那平方根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1后面是2，2再来3，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关系是什么？一直到 n 哦，所以 n 这个数字呢，跟前面这个数字刚好是相差1，所以这个是 n， 这个 n 减1，所以基本上第一个要回圈，那回圈的话，基本上你也有 for i in range 的，你可以什么？到多少？到1，从1开始，到哪一个呢？到 n 加1就可以，有没有 n 加1？ 加1是到 n 加1的地方停下来，也要跑到 n 就对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平方根的话，平方根有没有？那前面我们好像有用过，就是说，如果你要计算平方根的话，因为呢 Python 内建的功能它没提供，所以呢我们可以什么引用 import 一个叫 mass 里面有个函数叫 sqrt 的，就算它的平方根，那引用这个函数呢，我们就可以把平方根给做出来。OK， 所以。 未来输入8，会得到 1.8284 的结果，那就表示你做出来答案是正确的。那也就是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4位。OK， 这地方该怎么做？那请各位先试一下，画面呢先还给各位。那所以有时间的话呢，请各位回去还是多多练习，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题目了。OK。 顺便最后一周我们可能是要来一个模拟考嘛，
因为这些都没有来上课。主要当然就是熟练啦，因为我讲过，如果你要把这个一个程式语言学好哦，除了要懂哦，也许大部分同学都听得懂，但问题说你要也要能够做得出来，做得出来才算哦哈、哦。那另外除了做得出来之外哦，可能你还要要求那个速度要够快 ，OK， 不然的话你跟每这边想半天哦，那当然如果将来实际上要应用的话，你总不可能说。哇，一个问题想半天，最后还是想不出来，哦，一定要很快而且很熟练的把你实际上在工作上的需求转换成一个程式的语言，哎，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应用、哦、我们刚刚所讲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把那个第302哈、哦、308部分，也许大家简单的复习，然后再来的话稍微看一下那个310的这个题目哈、哦。